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9年7月18号星期四，农历是6月16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哎，你好。嗯。喂。师傅你好。哎，赶快讲，赶快讲。我是1980年属猴子的。想看。我想问一下，想看身上有没有灵性。80年属猴的。是。哦，你不行哎，你身上黑气重重哎。哎呦。你最近很倒霉啊，很多事情都不顺利啊，听得懂吗？我听得懂。啊，而且你好像被人家好像有一个无形的东西好像罩住了一样，总是出不来啊，感情上出不来，听得懂吗？啊，师傅，我应该怎么做？我也是感觉到很不顺利。嗯，你现在赶紧啊，给自己要许愿啊，就是说，请菩萨帮助我度过这一段时间。我许愿多少多少张小房子？你吃全素了没有啊？吃全素了，师傅。嗯，那你现在自己啊，小房子要念63张啊。嗯。63张。哎，你自己，而且要自己记住啊，不要跟异性多接触啊。明白，师父，感恩师父。因为你会感情会揪进去，揪进去你就会很痛苦啊。好的，师父。嗯。我明白了。师父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的莲花有没有种上去？我刚刚今年拜师在新加坡，29435啊，种上去了。感恩师父。师父，请问我的业障比例多少？业障比例是吧？嗯，是的。我蛮高的，28。哎呦，28。嗯，所以你会，所以你会有一种被压制的感觉，好像压得来，你好像喘不过气的那种感觉。是啊，师傅。嗯，很辛苦。所以你自己要记住了，千万千万要当心了，好吗？嗯。好，师傅，感恩。嗯。我想问一下我的父亲，他刚刚过世。几几年属什么呢？啊，不是，对不起，告诉我名字吧。叫谁？他姓邱，邱荣坤。秋有一个耳朵旁吗？有耳朵旁吗？有。啊，秋，荣是光荣的荣啊。是光荣的荣，坤是乾坤的坤。啊，怪不得的，哎，难怪，非常不好。他在中阴身啊，你不能忧伤过度的，他经常到你身上啊，嗯。他经常到我身上。哎，所以你不顺利。嗯。哦。原来是这样的。放不下。嗯。明白吗？嗯。放不下你不是一件好事情啊，他又做不了什么事情。你赶快帮他念经啊。嗯，都有帮我的父亲念，可是我不懂要念多少张小房子。53张。嗯。53张，好。师父感恩。想问师父多一个问题，就是多问一朵莲花有没有种上去。29418。男的女的啊？男的女的。男的，对不起。啊，这朵莲花。29418。这朵莲花不好，没种上去。29418没种上去。对。嗯。哦，好，感恩师父。叫他好好修心了。好了，好了。给人家讲讲。嗯，好的。再见，再见。感恩师傅。嗯。感恩菩萨。喂，你好。台长，你好。你好，请讲。辛苦您了，麻烦您帮我看一下47年的猪。男的，女的？女的。女的。看什么？看身体还是看前途？看她的身体。啊。我的婆婆。我知道了。骨头不好，关节不好。腰不好，血液不好。哎呦，身上有个灵性。喂。哎，我听着呢。身上有灵性，听到吗？听到，听到。嗯。
我现在已经为他放生5万条鱼了。这个男的，一个男的留两个颧骨附在他身上，要把他带走。嗯，我这看得很清楚呢。嗯，我告诉你，放生没用的，他还是要小房子，要而且要念礼佛。嗯，哦，这个男的是来要命的，已经让他身上生严重的病了。嗯，是的，是的。嗯，听懂了吗？嗯，听懂，听懂。师傅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还有多少小房子？要跟观世音菩萨讲的呀，将自己的这些放生的功德啦、吃素的功德啦，啊，他观世音菩萨能不能够让他再留下来一段时间？嗯、好吧，我们。啊，我们，你们怎么办了？你们要帮他还的话嘛，他肯定留下来。但是你们一下子就会倒下来的，嗯、家里会一塌糊涂的。因为这个男的，如果你们救他，他就会搞你们的。嗯。所以世界上很多事情帮人并不是完全帮得上的呀。嗯，师傅，我想救我婆婆，我人还是蛮好的。你救得了不啦？我心里很想救，所以你要记住了，师父求你能够加持。你要记住，任何一个人等到业障来的时候，他自己的，像你婆婆过去有杀业，你知道不啦？嗯嗯，知道。你要知道，他一刀一条鱼，一刀一条鱼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些恶气全部记录在他的命根当中了。嗯，很麻烦的，明白吗？师父求你能够加持加持，让这个药定者能够放他一马，让他好好修行，让他不可能的呀。能够人家我问你一句话好了，你欠人家100万，你说人家会不要不啦？你只有办法就是只有还你啊，啊，除了还，还了嘛就是他如果还不出来，你还不出来嘛，他就马上搞你了呀。嗯，你一搞嘛，你接下来你比他还痛。很多人们就是救人家，救到后来自己生癌症呀，你还要我讲出来啊？你婆婆生癌症你不知道的？是的，是的，师傅您说的对。好了，你不讲嘛，我也知道的呀。我就跟你说，你要帮他背的话，你不要自己生就好了，你连自己孩子都救不了，你现在只能跟观世音菩萨说，我们尽量帮他求，帮他救，请观世音菩萨保佑。嗯。听得懂吧？他吃素不啦？他吃素不啦？吃素，吃素，他吃素。叫他念经啊！他念的，但是他现在在院里念不动了，现在，因为他是熊猫血，血也接不到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你只有这样吧，你只有叫他，你现在只有叫他叫观世音菩萨，天天叫称观世音菩萨佛号。嗯嗯。好吧，嗯。好的，好的。啊，自己多保重啊！有的时候人生很可怜的、啊，过了就没了，明白了吗？是的，好吧。嗯 嗯, 嗯好的，好的。好了，好了，再见，再见啊！坚持，坚持，至少说不要让他痛啊，否则他会痛死的，你听得懂吗？有人拉的话也会痛死的。嗯，他现在吐不过气来。哎，就是这样啊，听得懂吗？所以看见别人的业障，我们想救都没办法救的，一定要懂啊。好吗？是，好了，好的，好的，再见啊，再见。嗯，师傅，谢谢。所以人真的很可怜，啊，救不了人呢，你就自己就惨了嘛，你对不对？人生啊，就是无奈啊，啊，从生出来一无所有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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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打通了？喂，啊，请讲。喂，啊，请讲。啊，师傅你好，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感恩师傅。看一下1971年属猪的女的，她的右乳腺有个肿瘤，看一下吧。71年属猪的是吧？嗯。女的。嗯。哦，是啊。哦。嗯。哦，是有个，哎呦，是个肿瘤啊。嗯。嗯，是良性来的，恶性的。看看。有一点点不好，我看目前如果他赶快许大愿应该变成良性的，还有机会的，现在有一点点病变，不是太好。嗯嗯，他这个小王这个放生需要多少？他已经许大愿了。许大愿是吗？嗯嗯，
叫他连鸡蛋都不要吃啊。鸡蛋不要吃。嗯，好吧，因为凡是妇科的话，吃鸡蛋也会对他的业障有一些影响的。嗯嗯嗯嗯。好吧。他这个小蚊子放生大概要多少呢？我看一下啊，几几年属什么呢？1971年属猪的女的。1971年属猪的，1971年属猪的。1971年属猪的，1971年。73张。放生呢？放生要多一点，放生要800条。八百条啊。嗯。啊，他这个需要念礼佛吗？要。要念多少遍？108遍。108遍。你告诉他，嗯、他要可能要许个愿，嗯、就是说，以后不能再犯那种，嗯、就是说，要最好能够慢慢的清修，保证就没了。嗯、他如果现在还不清修的话，还会有，明白了吗？他身上还有打胎的孩子吗？看一下，哦，孩子还有啊。哦，还有啊。还有。还有。他几几年属什么？再讲一遍。71年属猪的女的。哦，真的有啊。一个。嗯，那需要多少小房子？两个。哦，他有便秘，他不好哎。嗯，是的，是的，对的，对的。是这样的。他还有两个呢，他过去自己掉了那些胎心啊，那些他自己都不知道呢。嗯嗯，对对对，嗯，这两个还有两个、嗯、好吧，大概有一小房子，这两个，一个27遍吧，一个36遍吧，啊，36张，一个27张、嗯、一个36张。27张。嗯，他有个经济案子够是给人担保的，他这个能解决吗？几几年的猪啊？71年的猪。看看他这个需要怎么去做。念姐姐咒啊，而且还要跟菩萨许愿呢。嗯、许愿最重要的许愿就是说要自己心中要明白，要弘扬佛法呀，自己的好朋友要帮忙弘扬。其他的其实要许愿说这一辈子不能、嗯、你们记住了，这个许愿当中有一个愿力很大的，就是说永不退转的，要这样许这个愿、嗯、是的，他一直在弘法的啊，这就、嗯、这个就是把赶快把功德弄到那，因为我看这个案子跟他牵扯，现在根据他现在要求的话，已经转危为安了，已经应该没大事了，因为他可能啊、嗯他可能已经是求得太厉害了，所以他的身体不好了，听得懂吗？真的，他这个转功德的话，大概要转多少啊？啊，百分之35%吧，嗯。35%。好吧。啊，那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。98年属虎的女的，看一下她业障比例是多少？24。好吧。24。他这个师兄他吃素念经了，但是就很懈怠，他需要多少小房子就能让他开悟好好弘法呢？有的念了，小房子至少要念。他现在身上有个披头散发的一个男的，像个流浪汉一样。哇，这么吓人呀。这个人要给他慢慢念的，要78张小房子。78张小房子吗？好吧。他这个78张小房子念下去就、开悟，就慢慢就开悟嘛，应该吧，好吗？嗯，好，他自己、又不念的话、人家念就比较麻烦，好吧，一点点来吧。好了，喂，好了，喂，接不到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到这儿结束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